那个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那你觉得跟去年有什么不同吗？去年我没有参加。你觉得今年怎么样？今年挺盛大的，因为好多基本上都到齐了，好多好多的大腕，好多好多的明星。嗯，你进到里面，我进里面，稍等，让他进去，要不然他不说话你听不见。刚才你也说了那个北京电影节的这个未来。叫得出来名字，都我因为我吧，我走红毯之前是在一个房子里待着，然后去呢就是和几个熟人一起聊天，都是认识的，所以我没有看到全程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优秀的演员都有机会合作的，就是优秀的那个团队。我很真是不太了解这个，就是那个具体的电影的名字。接下来就是四大名组和长雀台的那个上映之前的宣传，对，应该差不多，还要准备有一些什么试镜啊什么的，还要准备新戏拍的话，可能也时机要拍。那一飞今天走了两次红毯，好像是吧？感觉怎样？因为很少会有机会会走两次红毯。对，感觉啊，感觉挺好玩的，就是因为都是熟人，都是感觉就有点像那个朋友在一起逛街的感觉。接下来呢，你说这个行程要忙，工作安排要忙。最近还好，最近还是比较悠闲。看书，跟猫跟狗玩，然后运动。好。啊，我觉得它肯定会是世界级的，因为北京是首都，也是文化之都。然后所有的艺术啊，所有的影视，我觉得是一个把它变成国际化的一个桥梁，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所以我相信这肯定也是为什么这么多，就第二届这么多大的那个明星啊、大的导演都来这个，所以它肯定会越来越好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我觉得别赶超了，做自己吧。对的，今儿我们是需要他做成未来的奥斯卡，未来会成就比较权威性的哈。对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我买的挺好的。好，谢谢。是不是很特别啊？签名方式。对。为什么？要拍照。为什么？不是以前那种有这种拍照吗？你说的是哪个步骤啊？就刚开始那个。在这边这个啊、哦，对。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。觉得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对电影节的印象怎么样？来了。对电影节的印象。对电影节的印象怎么样？啊，非常热闹，而且也很有趣。新出现。啊。你别冷了。刚才去电影节是不是碰到了好多好朋友？对。是第一次参加吗？第一次参加。觉得这次电影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到位的，就是特别多的那大牌，特别有，而且红毯也很漂亮。
再聊一些，就是和其他电影节有不同。我参加电影节参加的不多，那我觉得这个电影节感觉挺亲切的，因为在北京，啊，就是真的是几乎所有的圈内人好像都能参加这个电影节。那对四大名捕马上就上来了，在那个有没有什么期待啊？或者说最近四大名捕，我其实想的还没有那么早，就是就充满欣喜的去完成每一个角色。那出来可能是希望不好了，因为我也没看过什么。接下来有新片那个安排吗？新片呢还没有，最后没签约决定。这个五一这个节有什么怎么过呀？五一放假。五一放假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放假。我放假的话，我会好好安排一